去日本吃了啥？准备去吃拉面，服务员让我在外面等。就这么被赶出来了。日本的第一碗拉面，好吃，章鱼小丸子，吃了，烫到嘴了。太多。玉好烧，吃了。饺子都不包的吗？烧鸟，吃了。这家蛋包饭进去吃要脱鞋，而且会盘腿啊。请问您的脚是怎么放的？伸直，你随便啊，只要你觉得这种榻榻米可以做。哎，你伸直不就伸到我这儿了吗？盘腿吃饭真难受，蛋包饭的味道一般般，便利店好多吃的，披萨馅包子吃了，自动贩卖机的饮料喝了，烤和牛吃了，这个真的好吃，蘸面吃了，酱油拉面吃了，海鲜冬吃了，另一碗海鲜冬吃了，日式中华料理天津饭，不是它，天津饭比蛋包饭好吃，人形烧吃了，鳗鱼饭吃了，好贵，回转寿司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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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，实在吃不下。关东煮萝卜好吃，饭团吃了，奈良味露剩下的饼没啥味儿，地铁上不让吃东西，收走了。